车走在落满梧桐的街，阳光和温暖是属于你的季节。午后的海边，两人的世界，所有的浪漫瞬间凝结。这里每个数过星星的夜，小小的幸福因为你溢满心间。再靠近一些，呼吸都听见，心跳的频率夜空传遍。从昨天到今天，遍地灰尘永远，因为有你空气变得更甜。我的音符全部为你谱写，送给你属于我们的诗篇。从昨天到今天，遍地灰尘永远，因为有你空气变得更甜。喜欢这种奇妙的感觉，一点点，现在未来永远不会倦。一首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淡淡的旋律因为你变得独特，所有的感觉写进千纸鹤，简单的一切也很快乐。从昨天到今天，遍地灰尘永远，因为有你空气变得更甜。我的音符全部为你谱写，送给你属于我们的诗篇。从昨天到今天，遍地灰尘永远，因为有你空气变得更甜。喜欢这种奇妙的感觉，一点点，现在未来永远不会绝。Hello，今天其实我觉得天气比较好，然后大家站在这里呢也比较凉爽，不会那么的炎热，是吧？啊。从昨天到今天，遍地灰尘永远，因为有你空气变得更甜。一点一滴将你刻在心间，闭上眼就看见你的笑颜。从昨天今天，遍地灰尘永远，因为有你空气变得更甜。用心体会此刻的感觉，一点点在我心中蔓延，不会绝。谢谢，谢谢，掌声送给云溪。Hello， 大大 ，Hello。先跟我们在线上的还有在现场的朋友打个招呼吧。Hello， 各位现场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云熙，当然了，也是最近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当中的小鱼仙官润玉。Hello， 大家好。哇、哦，欢迎。那最近在忙些什么？最近的话就是在为这个香蜜沉沉进入做宣传，走一些宣传，然后跑一些通告嘛。好，那我们今天有粉丝要为你颁奖，我们来期待一下好不好？来，有请粉丝代表。久等了，久等了，还颁奖呢。哎 ，Hello Hello， 欢迎。来，谢谢谢谢。我们给云溪做的这个是叫什么奖？来介绍一下。什么？最正比心奖。最正比心奖。最正比心奖。这个哦。哦，我知道，就是那个。最会比心的人。哎，哦，好厉害哦，真的是个完整的心哎。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是因为这个吗？是，然后这个是因为那个就是像于。谢谢谢谢谢谢。日常就是像在不管是机场，然后还是或者是直播，或者是像在拍写真集的时候，他都会做出来这个手势，然后也是每一次都向我们表达爱意的一个方式，所以而且这个手势比较特别，所以我们给他了一个这个最正比心奖。最正比心奖，谢谢谢谢谢谢谢。来把奖杯还有我们的小礼物送给到我们云溪好不好？哇，这个我要带上吗？
好看的，带吧。谢谢，好，谢谢我们的两位粉丝，谢谢，谢谢你们辛苦了，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的云溪要在我们的抽奖箱里来抽取一个土味情话来进行表白。稍等稍等，大大，其实我今天来的话还专程准备了礼物，就是粉丝不能光让粉丝给我颁奖，你还想跟他们交换礼物？没错。来，在哪边？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的小礼物呢？云溪的礼物。哦，来了来了。是你自己准备的，对不对？对对对，太用心了。来，我们的粉丝朋友，有礼物收。哦，对，因为谢谢谢谢谢谢。就是如果大家看过这个《香蜜沉沉烬如霜》当中润玉的角色的话，大家应该知道润玉有一个小宝贝，对，从不离身的人鱼泪。那么今天我带来的就是这个剧中的人鱼泪。然后现场的两位粉丝先送给你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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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支持和鼓励啊！希望你们继续支持我，谢谢。谢谢。开心吗？开心吗？那就好，那就好。然后我们要继续的支持云溪，好不好？谢谢二位，谢谢，感谢。谢谢。接下来还有，因为喜欢的粉丝太多了，我们从一个就是大的这个抽奖箱中抽一个土味情话来对一个 ID 来进行表白，好不好 ？OK。在这边来，请看。好，我们同样来看大屏幕。被云溪选中的这一位会是谁呢？请看，真的是奶糖，要对这位 ID 来表白，真的是奶糖云溪。我想对这位真的是奶糖的朋友说，用这个润玉的声音来说好吗？你会弹吉他吗？为什么能拨动我的心弦呢？哇，好酥啊！希望这位在线上的朋友 ID 是真的是奶糖收到了我们云溪今天的祝福。那云溪在今天就是跟大家说再见之前，还有什么话想对你的粉丝朋友们讲，在线上和线下的？当然了，首先的话还是希望能够感谢到每一位支持我的粉丝朋友们，是你们的支持与鼓励才让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希望呢你们也能继续的支持我，让我们一起走下去，一起成长。另外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收看每天晚上17:30江苏卫视幸福剧场的《香蜜沉沉烬如霜》。当然了，每天晚上的10:00也会同步在三大视频网站更新，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多多支持。谢谢，再次谢谢云溪，下次见喽，谢谢大大，谢谢大大，谢谢谢谢谢谢。拜拜。